大清早的，小猫咪都在睡觉呢。呀，它这个睡的，睡出了六亲不认的姿势啊！哎嘿嘿，大宝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跟思琪玩呢？大宝，你也过来帮看宝宝啦？那你进来看呗。进不进？这太搞笑了。哎呦呦！噔噔，嘿，姿势不对，起来重睡。嗨，嘿嘿，别碰我！嘿嘿，大宝可好奇了。谢谢，谢谢。你不在里面看啦？给你抱出来一只啊！已经抱出来一只，赶紧耳朵竖起来，叫大宝看看嘛，抱这哥哥吧。哎呦，软软的，打扰一下，大宝，大宝看看，你不管啦，大宝看看啊。你要不要睡上啊？还在那儿睡呢。大宝，你看一个啊，默默都醒了，默默都醒了啊，温柔点儿。哎呀，大宝真好，这不像胖虎和大王子打人家。哎，不是玩具，不是玩具，你干嘛呀？打还是不打呢？是吧？不打啊。这是小宝宝，四喜的小宝宝，对，摸着就行了啊。不是玩具，大宝，大宝，不是玩具，不是玩具，不许打，小脚不许蹬啊，摸摸可以。哎呦呼，有那么可怕吗？小可爱还在这睡呢，发生了什么啊？换个姿势还睡，那赶紧舔舔。回去睡，放在这儿不放心是不是啊？好，给他抱过去吧。哎呦，这今天睡成啥了？这还睡着呢。你醒了？醒了？醒了没有？我没醒。好，不招手了，睡吧，继续。姿势不变，好，睡吧。是来找肉肉，找哥哥。